大一啊，你太晚了吧，人家唱完了你转过来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。大家好，我叫黄鹤，20岁，来自辽宁省江武县。哎呦啊，辽北人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哇，为什么光着脚唱歌鞋还放在旁边？因为这样很舒服很踏实。是吗？会让我想起在家乡踩着泥土的感觉。哇，好样的。我刚才也想问，哎，那要不要我也试试光脚唱一下？我觉得来啊，你上来，我就怕。哇，好，是光脚唱，这个谁怕谁啊？那英啊，鞋子一脱，啊、什么感觉？哎，你把你的个暴露了啊！哇，谁怕谁？娜姐，你比他高哎！好棒，好棒啊！哎，征服，征服，征服！顾客就这样为你征服前段所有情路，哎呀，我的心却是坚固，我的这里是无助，就这样没底气啊，没劲儿啊。杨坤，杨坤，那英有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。你赶紧，我们两个按铃，他跑上去唱歌。老衲啊啊！今儿这不是你的主场，你下来好。下来。哇，唱的，掌声鼓励。那我其实为什么要转过来呢？因为听你的音色，我就觉得是有一种国际范儿。我觉得你是很好的歌手。谢谢老师。一，杨坤先拍，然后我拍。你根本就是最后来凑热闹。对对，我还要说一句话，你如果参加到我的队伍里面，我今年有32场的全国巡演的个人演唱会，我邀请你当我的嘉宾。贿赂，贿赂，不要管那个什么32场什么的。如果你在我的队上，我会把你这个自然的感染力更加渲染，可是让大家更感动。他没时间呢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暑假住这儿了，你怎么就紧咬这不放啊？你第一个拍的永远是对你是真心实意的，嗯。第二个、第三的都是有犹豫性的。第一个那个叫冲动，第二个是经过思考的，第三个就是凑热闹。你见过凑热闹还有光脚上去的吗？我是脚臭，要不然我也上呀。这啊。来，请你做个决定。超难选呢。每个人都超难选的。我要选。你真的，你以为真的给你半个钟头啊？我脸都笑僵了，他还不选。那英老师。太冷。黄大嗓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为那英团队的第一位学员。快和爸爸妈妈嚎一嗓子吧！那英率先争得一员大将，这场最棒嗓音争夺战才刚刚开始。